2020进香爱飞扬活动这次来到大暑区的第五东农宫，虽然当天因为台风关系下着雨，不过一早仍有非常多的朋友前来热情参与。一开始正声高雄台台长梁松哥就以一首《君在前哨》替活动揭开序幕。有的人随着音乐打节拍，有的则是起身与梁松哥一同欢唱，现场气氛相当热闹。歌曲结束后，第五东龙宫赖主委、大社区区长王瑞麟以及九堂里里长张胜峰也为这次的活动献上祝福。所以我们五虎天水宫继续正常照时主办哦，结果看今日这种天气，真正是有够赞啊！大公对不对？好可见吼，咱的五虎天水真正是神威显赫啦，真厉害啦吼！啊，因为这后边这幕真多。麦给讲，啊！而且呢，非常感谢各位，今日来参加，谢谢大家。即摆庙唔是干那做按一般的寺庙活动，按个甲义文的活动融入在我们的在我们的这个寺庙吼，所以这是无简单，嘛足少人在做啦吼。啊，高老主意拍一下广告，也感谢一下吼。谢谢吼。啊，祝吼，按今日嘅吼活动吼圆满成功吼，祝大家平安顺遂吼，身体健康万事如意。感谢大家，谢谢。谢谢，感谢区长。致辞结束后，就是各种精彩演出，有全人关怀照护服务协会舞群的热舞表演，余培全的陶笛吹奏，甚至当天还有陶笛和魔笛的合奏。优美的乐声让长辈们听得如痴如醉。除此之外，歌手陈文山、沈建豪也带来多首自己的拿手歌曲。活动尾声，高雄市议员黄飞凤也拨空前来参与这场盛宴。咱今仔听这么多人来唱歌，啊，看这么多人来跳舞，有欢喜吧？哦。咱以后吼，咱强主啊，搁咱注意吼，搁加班规定啊，让大家会当来这同乐，干嘛？第五东龙宫赖主委也致赠感谢状给金玉园食品实业股份有限公司，感谢他们对本次活动的大力相挺。最后，乐龄下乡活动在大家的欢声笑语中画下完美句点。正声记者宋孟杰、丁文华采访报道。伤心的时候有我陪伴你，欢笑的时候与你同行，关心你的点点。